欧盟昨天公布了弱势家庭生活现况调查报告，调查5000个弱势家庭，其中50%以上的父母每个月收入都低于最低的基本工资，而且其中呢63%每个月入不敷出，75%竟然是得借钱来养小孩。我们看到这是联合报的报道。